里全部都是你们两个恩爱的画面，为什么那个人不是我？为什么？你是真的爱我吗？爱这个字，我不随便说出口。《蜥蜴人妻》这部戏告诉我们说，在婚姻或两性关系之中，都要不断的沟通。在人生当中遇到什么样的挫折，都可以更有智慧的去面对。所以，请记得周一至周五晚上8点，三立都会台30频道《蜥蜴人妻》。